嘉芬，你是卖烦恼啦。不管伊哪哪组织哦，你甲款款见面，恁母仔囝迄个哦，还是永远拢找袂转的。是啊，地当会为着你，一定想办法甲款款带转来。嘉芬，你安尼就唔讲话，我也烦恼呢。款款往带去美国，伊敢会阁是讲我不爱伫伊啊？袂啦，你这么爱款款，款款一定知影的。我相信最后，款款还是会回来你的身躯边，你都要有信心。是啦，我嘛感觉款款一定会回来的。无唔对，邪不胜正，池塘老妖一定会认输的。我拢已经跟郑德龙离婚啦，是安怎？伊妈就是不爱放我耍。不要紧，这件代志吼都交给我。假使迄只池塘老妖吼唔肯让款款回来，我就找导师去美国收妖，用桃木剑攻野桃，用壶啊大野把酒。我唔是池塘老妖啊！啊，对哦对哦，咻咻咻咻咻咻！多谢恁甲我安慰啦，我会好好加油。你安尼就对啊，而且就算讲要用抢的，咱这么侪人，不一定会输的啊。哼，秀明姐，守山哥敢知影你这么阿爸？哦，公狼狼狗啊，要带你回去啊！你这无可能给我吹。你这遐尔罕见啊！我来找你啦。好，来来，较坐较坐。来看，这边请，你嘛边啊？系啊，我就来找因开讲啊。哇，愈来愈水啊！来来来，坐下。啊，你找我什么代志？我拄则去找风哥，我听风哥讲，你要跟阮做伙去野餐哦。系啊，啊，因为民主伊嘛要去，风哥就邀请我做伙去啦。嗯？我记得许金峰是咧变虾米棒啊？伊是安怎招你去？啊，恁安尼敢袂足复杂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吼，我着负责陪民主伊，安尼金峰哥甲你正好着机会通单独做伙。我嘛想袂到，阮妈对我甲峰哥的代志遮尼骨力，甚至搁要甲阮做伙去野餐，心痛是累啦，造成你甲峰哥的困扰。袂啦，恁妈安尼讲啦，我嘛是希望咱甲恁斗三工啊。其实你妈妈的心情哦，我会当理解啦。伊嘛是为你好啊，啊做妈妈的哦，拢嘛会对囝儿是说，迄终身大事拢会足挂心的。希望恁拢会当找到一个好的归宿嘛。我嘛知影阮妈会烦恼，阮阿兄甲阿姊拢已经结婚，有家己的家庭啊，剩我一个人也无人照顾。你敢确定许金峰有法度家己照顾？秀明姐，拍摄啊，我都感觉许金峰要不够定性啊。其实较早我嘛是安尼想啦，啊，不过最近哦，伊确实改变足济呢。啊，伊若真正会当浪子回头，我嘛相信哦，伊一定比别人搁较有想法。毕竟啊，伊的人生哦，比别人搁较丰富，所以若真正你介意一个人，我嘛相信一定会对伊足好。秀明姐，这是我头一次听到你替金峰哥讲话。表示我无看唔着啦，风格真正是一个足好个人。啊，无你即摆是告白一次以后，你阁要告白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次啊？其实哦，咱这内面上有资格讲话的是加分。哎，无唔对，分享失败经验会当让大家有警觉。那呢，我就当宏大记者分享成功经验。成功经验就要问成功。哦，小珍，你卖个冲敌加分啊！我加分讲个。我的想法是，恋爱时阵哦，啥物都莫管。啊，不过婚姻是生活，啊，面对真侪现实的问题。结婚之前的誓言，就会变成生活负担，就亲像我甲郑德龙同款。啊，你甲守山哥讲完呢？不会啦，迄个认真讲的，我分享的是失败经验。啊，无啦，我感觉你讲甲足好个啊，我会记伫个心肝内。你甲写伫日记本。我是感觉哦，爱会当互相，若是袂当互相，迄感情搁较好，嘛是会变质的。无唔对，婚姻哦是一节课，爱学晓互相。确定毋是坟墓？人拢讲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，告白就是自掘坟墓，所以互人记住都爱欢喜才对。啊，你毋是搁要追求高富帅？哈？问真，你敢爱高富帅？看袂出来呢。无啦，莫甲高富帅变成一个负面形容词啊！高富帅袂歹啊。哎呀，高富帅哇好，少奋斗二十年。
不是嘛？你要先看你的条件，到哈都较高分。亲家分，有什么意见？早回来厝的哦，迄几间厝拢安尼空空，即摆有人在等我，真正感觉足好诶。有一个伴哦，真正感觉无同款诶，拢会常常咧想讲哦，知伊伫倒位，伫咧创啥，敢有食饱无？阿未甲你做伙进前啊，我嘛常咧想，你伫倒位咧创啥，敢有食饱无？哦。原来伫个我爱慕你之前，你就已经先爱慕我。好、哦，互你使坏秘密。你哦，秘密真正有够济，啊，不过无要紧，我会一个啊一个慢慢来甲伊偷开。遮尼阿妈，你搁咧啉茶哦？我啉茶袂困袂去啦，啊，你奈落去讲遐久啊？啊，就听嘉芬咧讲宽宽的代志啦，伊心情无好，当然莫甲关心一下。宽宽敢袂倒来？应该留在美国啊！我囡就安尼，互疼煞，真正有够可怜的。我听陈公讲，嘉芬因大家从一开始就无介意。嘉芬哦，过去种好嫁人因家哦，迄饭碗歹捧啊。啊，查某人结婚了哦，难免拢嘛有大家媳妇的问题，大家迄生活习惯啊，佮观念拢无共款，要做伙生活，佮都要互相适应的。这嘛无一定。你看保英甲明珠伊一开始嘛袂拄好，要么即摆愈来愈好啊！大家都是爱做伙久啊，互相了解、体谅，莫委屈家己，莫爱勉强别人，安尼一定是愈来愈好。哇，讲到袂输，敢若家己活了解咧。借问一下，我敢有大家官？我嘛过身啊，阮爸搁伫。哦，啊你敢有转去甲看？阮爸。做我少年咧佚佗的时，感觉真见笑。连阮妈、贵心，我搁咧比警察，我都等于个丧。阮爸对我真无了解。阿婆，我陪你转去甲看好不好？惠弟，我早晚嘛是爱跟我未来当官见面啊。我想看麦。阿恁家搁有啥物亲人？哦，哥哥，姐姐，我甲金凤同款，处理详细啊，大家拢真生活。哦，不怪，不怪你遐尼啊了解许金凤。因为大家对我真无谅解，我一定要偷偷等于看阮爸，看着阮爸好好，我就安心。因为即摆遮个人咧找我，我唔敢回去，我惊去连累着伊。等我这下代志处理完，咱再来讨论，是不是要等于看阮爸？